浴室这组系列，它会跟现实生活比较贴近。在作品的这些架构跟怎么成型，有一些是有它的基准，像瓷砖它本身就是那个规格，玻璃它还是比较像是我们干湿分离的那块门，所以它跟人的比例是比较接近的。而且它某方面它跟铁的连接，它的角度会随着视角而产生变化。我们的一些身体动作在接触这些媒材跟材料的时候，都是比较个人、私密与直接的，像是肥皂的滑溜跟皮肤的关系，到瓷砖的冰冷与皮肤的关系，还有毛巾的摩擦感与皮肤这些关系，从这日常生活中的动作这些感性的片段，再将它挖掘出来，变成我的一些比较个人的情感面的诠释。